什么是爱我不明白，反正吐车上200块，半年一过听我最多的话是为什么他还不找我，纪念日又没想起来，前任的账号都还在，口味记错你别难过，哄这么久你还要我怎么做，万能的陌生人救救我，聊天记录都在这里了，对此我只有一句劝说，的回忆，有房有车，还等什么？快走个流程，别让我。